三千张我不走，因为我太如果耗到五六点的话，你就继续耗吗？真的是。但是我会不会影响他们？没事没事，你到几点？我一直都在，我陪你到几点？你最好能到明天下午六点，我一陪你们到明天下午六点。小莫，是小莫，你在这边，你们。张老和比如我在就你们尽情的玩，没事。那 Peter 会陪你，我会一直上镜陪着你。小莫，你今天旅游形态真的太棒了。小莫，你自己有没有喜欢的人啊？现在有啊。什么样？给我看看，我不发给别人看，我不发给别人。我发。人家已经把我删掉了。我发什么？谁啊？我没有照片，我喜欢的人又把我删掉了。把你删掉了？对啊。你喜欢的人把你删掉？对。他为什么把你删掉？脑子坏掉了。不是，你喜欢的人把你删掉？对啊。你们还平时见着面吗？不见面，他就把我删掉了，见个屁呀、啊！你能不能别喜欢他了？我靠，这也能控制吗？不是，他到底哪里喜欢你、啊？不是，现在很多人喜欢你，就说，不是。他为什么把你删掉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这神经病！他叫胡卓勤啊，他叫胡卓勤，估计长6.8倍，是吧？然后觉得还很优越。就是我问的是，你能不能别盯着你说那个？你看很多人喜欢。你关注我了，也关注我一下。我今天刚下了一个斗鱼。很多人喜欢你，你先开一个。很多人喜欢你啊！我不亲他。很多人喜欢你啊！我是标杆的一个。我有喜欢的没？不是，你喜欢他把你删掉了。对呀、啊，他被删掉了，算了。你说明他现在正在和哪个女的？叫998，斗鱼叫998。对啊，他小莫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来自上海，我的祖籍是来自上海普陀，然后普陀区是我爸住，然后那个宝山区是我妈住，然后我现在自己租在一个地方，因为什么？我电脑直播想租在一个地方。不影响邻居，知道吧？我唱歌，然后邻居都投诉我，这两个地方是我废掉的那个地方，我让他们去。今天刚，然后刚下了一个。我爸那个租掉那个地方是2800，房租交不上。我妈那个地方是我爸妈一起住，然后我自己一个人搬出来租，住股东那个收补。998。然后这个地方是我现在租的地方，环境很简陋，很差，人家以为我他妈住在什么狗窝啊之类的。其实我无所谓，我自己租的一个地方。998。然后呢？998，我名字就叫998。我今天刚下了一个斗鱼，刚注册一个斗鱼，你们也可以关注。行了。你的微信有多少？998吗？这不就弄了连的斗鱼吗？啊，12345678999，然后喝酒的酒，然后第二个是喝酒的哈，喝酒的酒不是两个酒，第三个是12345678788啊。998。反光了。太亮了是吧？对，现在是吧？等一下。998。定位找他啊！定位找他啊！这个不认识吧？这个不认识吧？998。啊，私信啊！私信，可以关注我。他有个对焦的，你要在这个镜头也点一下。你看这个方块对吧？点一下就可以了，是吧？点一下，来，你怎么那么激动啊？你看一下，再远点。998，都看清楚了啊。对，要定位子都可以提前私信我，或者给我加我微信也行，这也是我的微信。对。哦。这也是13793721871，也是我的手机号，也是我的微信。对，我微信名也是998，也对，就这个头像。好，行，好了。可以。短信不会的，就是小莫，真的感谢老板娘，你是老板娘的服务员对吧？对，是。我也要做服务员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录用啊。能，明天先来刷盘子刷碗。
啊啊，刷杯子，你来吧。这边哪里有盘子？谁点吃的？这是。我要刷一刷酒杯啊！啊，酒杯，倒倒垃圾行吗？都优雅的事，我优雅的事，我没有。倒垃圾也是很优雅的事。臭的事我不干。不臭，很轻的捡着干垃圾。小梦，你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女孩子。虽然这朵花不是我送的，但就当我送的。我现在不要脸了。小梦，祝你五一快乐，然后一年比一年更开心哦。金牛座，哦，等一下，我先百度一下，等一下。小梦，有没有朋友找你？我真的看到你比看到比过年还开心。你知道我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，如同遇上什么？比吃龙肉都开心，如同遇上皇母娘娘，仙女下凡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宾哥？真的是。等一下，我给你看一下